Merry Christmas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佳航，在《新还珠格格》里扮演福尔康一角色。现在我在《新还珠格格》的拍摄现场，在这里，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Merry Christmas。